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Club、 马来西亚盖亚卡店以及北京卡拉河、广州废柴猫、成都分 Club 赞助播出。快点要我哟，到 Portal 买扣的快速又安全，输入代码还有折扣咯。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赛制牌猪解说。今天来解说我们这个皮节，那加入了我们剑盾世代的逐电拳要怎么组呢？先看到我们的这个血量240点，招式的话150，那如果你攻击之后呢，可以从牌组拿三张基本的电能量冲到你的一只宝可梦身上。那你要冲给谁呢？其实我觉得看情况，如果你保证下回合绝对不会死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冲给自己，再加上对手可能后排不会下梦幻，也许 maybe 那不下，他不会下的话，那你就可以 double kill， 是不是？那你有可能会死的情况下，你也许要冲给你后排的雷丘或者是我们的杰拉奥拉都是可以的吧。来继续看一下，打200滴，如果身上有额外三颗电能量的话呢，可以再对对手一只后排造成170的伤害，就是前面200后面170。那你如果打电针打个三根，打三根电针可以打290，再加后排170，那这170的话就是针对对方的东东鼠加叠叠这种东西，就是你一次可以拿个四张奖励卡或者是五张奖励卡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好不好？好，那这个 GS 非常强大，不过它的血量240我觉得偏低，好不好？偏低。那有什么办法呢？等一下跟各位讲。再来就是我们的逐电犬啦。来，逐电犬是我们这个剑盾出的这个新卡。来，第一招它可以从牌组拿两张基本的电能量冲到你的后背宝可梦身上，你想怎么冲就怎么冲，不过基本上我们这一副都会选后手，那直接冲给我们的皮杰，好不好？这情况会比较多。那冲给皮杰的话，就算下回合真的被对手的这个宝可梦打死了，对方两张奖励卡，不过没关系，至少我的皮杰和我们的雷丘都还活着，你懂吗？那之前皮杰在我们第四代没办法玩的原因，其实芒果之前里面讲过很多次了，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只要死一张皮杰一张雷丘你就输了，不过现在多了一个逐电犬来垫档就还不错，还不错。好，接下来就是看到我们的东东鼠放了两张，那就是他可从手牌下到后牌的时候怎么样，把手牌全部丢光，然后重新抽六张帮助我们来绿牌，那这个一定放两张到三张，其实看人啦都可以，好不好？好，那攻击招式打50滴 GX 的话，我觉得 maybe 有时候用得到，打完对手会麻痹，然后把自己身上所有东西全部回手，这是逼不得已才会使用的这一招啦。那看一下逐电拳第二招也蛮强的，打10点加上自己场上全部的电能量数量乘以30，包含特殊电，包含特殊电，包含彩虹，包含极光，以及包含我们的三色能量。注意包含特能好不好？好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雷丘啦。雷丘打80点，如果你这回合有从后排换到前排的话，攻击力再多80，就是打160。那160的话，对手会直接麻痹。哎呦，这个麻痹有时候有可能 maybe 会救到你，好不好？所以这招你不要小看它，还不错。那 GX 就整副牌这个大爆发来打150点可以换一只后排换位置。那如果额外多两个电能量的话呢，可以攻击力多100，这时候我可以打250滴。那250的话呢，有人说250什么都打不掉啦，不过不要忘记你有电针，好不好？你电针打两根就直接变310，310很多 VMAX 的以下的 Tag Team 全部都可以杀掉嘛，对不对？所以雷丘是我们一个大爆发打点。好，再来就是我们敏敏啦。林奇祥敏敏的话现在真的是哇涨到翻天去了，没办法，当初第二弹太少人抽了是吗？还是第三弹忘记，应该第二弹啦，对。然后小敏敏的话他可以从后排，注意他只能在后排飞到除外区，然后从墓地捡两个基本的电能量冲到后排的两只宝可梦身上，那就是冲给皮杰或者是看情况，好不好？看情况冲。好，接下来看到我们的来杰拉奥拉他在场上的时候，你的宝可梦身上只要有任何的电能量，零费撤退所以说你看美纳斯如果遇到我们这种牌应该会头很痛吧，就是完全没有撤退费用，你根本打不到我。好，再来就第一招打160点那下回不能攻击，不能攻击。来 GS 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常用啦，好不好？从墓地捡五颗基本能量，注意是基本能量然后冲到你场上的宝可梦身上，随便怎么冲你想怎么冲都可以。再来就是我们这一张马夏朵，其实这个时候有点怕对方的混沌场，为什么？因为你混沌下来之后，你除了吹风机能吹掉之后再下我们的电场以外，你没有办法弄掉它，所以放了一张马夏朵至少还可以反制一下下，好不好？至少可以反制一下，不然你如果电场下不去没有办法攻击，我觉得非常的浪费，懂意思吗？接下来叠叠放一张那因为这边其实有一点讨论的空间，就是说有人说白蓬蓬跟叠叠到底哪个好，那来首先我先讲一下，前期的话叠叠至少可以帮助你来抓你需要的支援者绿牌或什么东西都可以，好不好？那后期的话你可以从墓地捡从牌组拿一张你的可能板木老大啦，或是你需要的绿牌东西都可以。那白蓬蓬的话
就限制在于说你的第一回合没有办法帮你做事情，哦，没有办法帮你做事情。至少点点你可以用先机球抓出来帮你做事情，可是前几回合白碰碰是没有办法做事的，懂吗？所以说在这边点点还没退的话，还是以点点为主。再来就是点点还可以攻击一类，好不好？白碰碰打50滴回手实在没什么用啦。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来雷达齁，丢掉两张手牌，从牌组拿两张任意的电系的宝可梦 GX 齁。拿什么呢？不一定，我觉得可能会拿你的东东鼠啦，拿你的什么皮杰啦，不一定，好不好？不一定杰拉奥啦，都可以看情况。再来电增放四张不用讲，帮助电系的攻击力增加30点。再来就能量转移的话，也许 maybe 对方可能我们打完150之后，对方没有干掉我们，那对方刚好两只核心怪都在场上，有办法让你做 double kill 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后排的好，雷丘的能量转到你的皮杰身上，六颗能量直接贯穿它。那因为我们这边有放一张大转，你们看到这个大的转，那个能量转移也是可以让雷丘齁两颗能量直接转上去，加我们的电场或者是手贴直接开到我们的这个皮杰的攻击附加效果，齁，非常非常的强大。再来这个吹风机放一张，刚讲过了，吹场地齁，吹巨大坠饰齁，大护符，大护符，或者是吹什么，不一定啦，我觉得看情况好不好。来橘子枪芒果放一张齁，那因为我们在打这个150的时候，我尽量希望能够针对对方的叠叠啦，或者是一些核心的宝可梦去打，好不好？不要让它太嚣张，所以橘子枪芒果有放一张啦。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先机球齁，放4张不用讲，因为我们整副牌很多东西都必须要从手上下到后排才有办法发动，例如东东鼠叠叠，所以说你这边放巢穴球我就觉得比较不好，比较不好，因为我们也没办法丢电能量。为什么要丢电能量呢？因为我们的明明齁必须要回冲，懂吗？好不好？不要嫌芒果啰嗦，因为很多新玩家加入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听一次。好，印章放一张齁，来 switch 三张。那来 take 罩子放两张，因为可以帮助我们抓皮杰以及雷丘，还有我们的 take team 的人物卡。再来芒果放了这张东西，因为没有退齁，我觉得这张蛮不错的齁，蛮不错的。因为现在其实场地的争夺战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啦，因为现在场地的话都是放很多，应该说枪响都是放两张混沌，那你黄混沌只要你有弄掉一张的话，它第二张不一定升得出来，你懂吗？所以我们这个 场地盖下去之后减伤30，我的皮杰加上那个大护符血量来到多少，300滴刚好可以挡掉对方枪响的290的伤害，齁 ,290 的伤害。290怎么来？加三神和头巾。有没有发现齁，所以说我觉得 maybe 啦，好不好？也许对方蛇纹熊点你一下，那我也没办法。至少挡其他的还可以挡住30滴。所以我觉得这张我是可以放到我的牌组当考量的，好不好？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毕竟皮杰血少了，好不好？电厂的话帮助电能量少一个电的能源消耗齁。来板布三张，然后哈拉古芝麻两张，这拿什么东西？拿场地齁，讲过了，场地电厂或者是这个以太热源。还有特殊能量拿我们的特电以及装备卡，拿巨大护符或者是我们的头巾都是可以的，好不好？都是可以的。来那我们的这个水莲麻要放一张齁，怕扑伤啦 ,baby 啦，好不好？也许你遇到扑伤，或者是你可能不希望你的皮杰死掉，可能要把它逃掉的话，水莲麻奥就非常好用。那博士三张，来电视两张，两张的话你这个道具卡你要拿的话，我建议可能会拿我看想一下应该会拿雷达比较多啦，这个情况，或者是你可能需要能量转移，什么电针之类都有可能，好不好？那大护符就帮助我们血量加30齁，你看来血量变270，这血量变290都可以，好不好？都可以。那头巾一张的话，现在其实因为枪响偏多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每一次都拼到好几张电针，那不如我们的这个头巾齁，也许可以先让帮助我们攻击力，我说错了，三神讲错了。来三神的话可以至少先摸一点血量啦，或者是我想看看现在还有什么 take team 比较重比较常见的，好吧，没有想法，反正我觉得头巾是可以放一张的，好不好？再来就是我们的特电，特电手贴下去的时候可以多抽两张牌，我觉得这就太强了，做坏了，太强了，好不好？基本电10张没问题吧，好不好？那头巾的话见仁见智啊，如果你不想放就放两张巨大坠饰也是可以的，好不好？我觉得都 OK， 都 OK。好，那这副就是我们最新的皮杰的牌组，那想要怎么调整你可以自己去调整。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啦。想要买 code 或是礼盒序号的粉丝们有福啦，现在到 Poton 网站挑选你需要的商品，确认数量后再进入结账前右下角的优惠券填写 Mango， 立即享有 5% 折扣哦。超电钢二，好，钢，枪响，我们打枪响其实不好打，靠，这什么手牌啊？
我的妈呀，这什么手牌啊？太扯啦！兔胚是吧？好，吉拉奇，哦，直接翻哦，巢穴球，哦，三神哦，三神枪响是不是？好，哇哦，看起来蛮顺的哦，嗯，好吧，直接丢吧，这没办法了哦，这手牌这只能丢啊，不然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就只能丢啊！我想一下，等一下让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好像有搞头哎！我想一下，让我想一下。算了，好。哦，先换。他现在可能需要一张哦，博士是不是？他可能是把钢补丁放回去了，我在猜的，有可能哦。哎，啊你吉拉奇不先回手哦？我觉得钢奇可以先回手，不然回不去不是很尴尬吗？好吧，你下得去我就没话讲。其实刚刚我觉得网子先回手会好一点，他现在如果没有食物球滑板车，不就爆炸了吗？钢补丁，好，巢穴球，拿枪响，然后钢补丁冲，没问题。网子哦，手上还有网子，这么赌哦，是我就不敢赌哎。好吧，给他开到了，没办法，这真的没办法，被他开到了。哇，这手牌，靠！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我尴尬了。哇，各位，你们懂我在干嘛吗？哇，结果我放了马夏朵也叫抓不出来，哇，这下尴尬了。杰拉奥拉也不在，我东东鼠下来很危险，我就不想下东东鼠，你懂吗？其实我刚刚其实应该要直接揍他的之类的啦，我觉得啦，好啦，算了啦，我觉得就这样吧。因为我刚刚想说直接打了，好不好？直接打了，你觉得直接打吗？我想想看哦，好像可以耶。好了，150，他应该是要东东鼠吧，我在猜的。Maybe， 哇，刚刚芒果那手，哎呦，那个混沌太机车了，而且我手上两张都不能，都硬要丢了，你知道就是尴尬亏，好不好？这就是运气不好，打牌本来就没有在。天天都运气好的时候啦，我觉得。好，那他现在可能需要用苍响来揍我的东东鼠会比较好一点点啦。那看他有没有板木，看一下，没有板木，板木有没有出现？要，但东东鼠刚其实不太想下，不下又不行，你知道吗？不下又不行，因为我杰拉奥拉不在。哦，没有板木太好了。
那他打不掉我，应该打不掉我。好，拿极光能量，因为他可能手上没有钢能量，所以他必须用极光能量，然后来攻击我。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行。场地投金极光 ，OK。哦，那场地真的好烦哦。想看怎么打？210，好，冲给苍响。所以他卡手是吗？他没有博士，也没有东东鼠。苍响有可能，有可能，哎、欸，哦，聪明。哦，想一下怎么打、啊。其实最好情况下，我也许可以 double kill， 可是好像做不出来，我少一颗能量，对不对？少颗能量，不然其实可以 double kill。想一下，场地没了，特电投金，想一下，让芒果想一下哦。他网子还有几张？看一下，三张哦，喷掉三张了，所以说我应该不用怕他蛇纹熊了，对不对？好，那我没有一定要强制开水莲马奥。爹爹不在，哇！我爹爹跟杰拉奥拉都不在，然后我板木老大抓不出来，不然我想直接揍他哎、欸！我想一下，我想一下，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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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哇，要拼吗？各位，你们觉得要拼吗？我觉得不要。算了，不要搞事好了，好不好？不要搞事。可是我下不来啊。好了，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啦，是不是？这样才是最好的啦，而不然你们教我怎么做？巨大坠饰，我想现在可以打多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哦，八三二十四二十五两百五十滴，两百五一定杀掉。那他等一下杀掉我的话，我的雷丘也杀掉他，应该没问题吧？应该吧？他等一下杀掉我，他会杀我吗？还是要杀雷丘？好，不知道，我们先打再说吧。明明叫一下好了，反正他不可能打我明明，所以不用怕。好，250，你看有没有觉得很酷？有没有觉得很酷？我们的这个杰拉有了，哎、欸，弟弟有了，靠！我刚刚就缺这两张，就两张，现在才来没有用啊！哎呀，亏呀、啊，各位亏呀、啊，这真的亏呀、啊！这不是我的问题吧，各位？这不是我的问题吧？这就是倒霉，运气不好啊！对方是正常的一个运作模式啦。不过我在猜，他现在可能没有支援者，我在猜的。啊，有东东鼠没问题。好啦，有先机球没问题啦。那他现在就犹豫说，哇！我要杀谁？正常来讲，应该是一只竹电犬，一只东东鼠。不过他的第二只苍响没有出来，他如果做出另外一只苍响的话，我应该就输了。他现在要拼第二只苍响，他如果第二只有做出来，我应该就输了，应该啦。不过也要拼板木老大啦，看有没有板木老大。好，东完了。钢补丁喷三张，我赚翻了，各位，那应该赢了啦，我觉得应该赢了。他不可能，哎、欸欸、不一定，不一定，手贴加钢补丁，下回再手贴，还是有机会赢，还有机会赢，还有机会。反正他一定要杀掉我这只啊，杀不掉他就输了吧。好，
看起来他这场有点卡，我们等下再一场好不好？而且我刚是对方先手哎、欸，不过我们后手还好有竹电犬有冲到能量，各位有看到吗？其实他的这个我们的速度算快哦，然后竹电犬其实也可以当打手，那他的爆发也没有输敏明 GX 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敏明 GS 跟敏明 V 齁跟我们的竹电犬来选的话，再怎么样我还是会选择放我们的竹电犬啦，好不好？竹电犬真的太强了。好，手贴加钢补丁有没有？没有哦，那就 GG 了吧，是不是？没有就 GG 啦。220是不是？我想一下怎么打，应该是开 G 叉了吧。哇，一次拿三张欸，看到他等一下如果杀掉我东东鼠就输了，我的印章一开始也丢掉了，所以没用了。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压牌好不好？用力的给它压下去。那等一下打点枪响，我看一下哦，钢补丁三张了，手贴加钢补丁，第三张喷不出来，所以赢了，应该是赢了啦。我觉得应该没有输的理由啊。我们先压牌吧。大护符在是不是？我想一下，大护符。感觉好像也不用特别拿什么东西了，因为都足够了啊。对啊，都够了啊。来换位哦。然后其实我也没事做啦，各位。你们觉得硬开吗？我觉得不要。不要硬开，因为我等下可能会拿 Switch 电针，应该用不到了啊！电针应该要留起来，对，好吧，先这样子吧。变身吗？变身吗？不用啦，不用要变吗？变一下好了，优柔寡断的男人。OK， 好啦，先这样子吧。来250点，对吧？没错吧？我看一下，对，250啊！我不要算错，算错就好笑喽。换位哦，想一下换位哦。哎，糟糕，不然他打不死我啊！对不起，芒果忘记换位这件事情了。好了，他应该打不死我啦。哦，所以我们打枪响其实还是裂开，我觉得他是因为没有做出第二次枪响，如果有做出来的话，我们应该就输了，好不好？有做出来就输了，应该没解了啦，我觉得应该没解了。那怎样我都打掉他，对不对？不管怎么样都打掉啊。蛇纹熊哦，蛇纹熊还好，对我没什么太大影响。好，没错，钢补丁手贴，他刚这个动作没有做，不然他刚没有手贴到，如果有手贴到的话，不至于会输啦。印章哦，还好啦，因为我可以免费撤退哦。哦，哇！我的老大不在，我等下爹爹就赢了哦。爹爹先击球都赢，板木也赢，爹爹先击球板木都赢，干嘛？哇！抓罚站，我错了，对不起哥，我错了，对不起。哎，不行，这样不行。好，哦不。我错了，这个印章不对，这个印章不好。你有没有能量啊？等一下到底有没有能量啊？哎呦，等一下，我想一下，等一下，我想一下啊。我感觉我会爆哎、欸，各位，我觉得我会爆哎、欸。这是一个被反败的节奏吗？
干嘛？你剩一张牌啦！干嘛？下不去，没能量，还怎么样？换一下，能量剩几张？换一下哦。哎呦哎呦呦，六七八，所以还有一张奖励，卡一张极光哦，赚！所以你也下不去，我也下不去。好了，被芒果晒到了。好 ，switch， 然后呢？没事做啦，没能量嘛，对不对？哎呦，是谁啦？好，哎，那就结束咯，是不是？应该吧，我看一下哦，打得掉吗 ？Switch， 好，先撤退，然后想一下怎么打哈。麻痹，可以麻痹吧？电针，能量没有能量了，哎，巨大护符 ，Switch 拿 Switch 好了，我觉得他对方等下也许板木还有几张。板木有一，看一下，一，哎，一张而已。好，那我拿 Switch， 我怕等下搞我。啊，手上还有是不是？没事，反正应该是赢了啦。好，130，麻痹。所以没能量出了啦，是不是？好，来，我们再一场。干嘛？没用啊，我有 Switch 了。干嘛？哦，硬要。好啦，让我们打一个爽爽的伤害，狙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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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狙，打个电针。来，我们再一场，好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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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有一点点像是，芒果的运气不好，但是对方也算卡吗？也没有吧，他第二回合直接开到苍响，所以我觉得也还好。好，这场蛮刺激的，其实这场蛮刺激的，我们再一场。来，好，刚刚我们后手嘛，那现在看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先手看看好了。哇，还是他先手，好吧，算了。这棋手怎么怪怪的啊？好吧，算了。幌子，好，星星，哎，阿拉三神跑哪去？巢穴球，OK。哇，还有什么纯混沌都抽得到啊？没天理啊！哎，他苍响没出来，还好。想一下要怎么做？哦，有机会耶，各位。这个操作还行吧，能量转移，能量转移啊，没有能量转移，搞什么啊？啊，
能量转移和电场都可以，结果居然没有，哇，这个尴尬了，各位，哇，天哪，我想说，哇，我绿到28张居然没有能量转移电场，这下尴尬了，真的尴尬。好，帮我换过。哎，芒果贪心了，这个是芒果贪心，可是我觉得没有道理拼不到啦。啊，好了，给他开 G 叉吧，给他开 G 叉吧。我等下看有没有办法秒他哦，没有办法秒我也没办法。啊，亏爆，真的亏，我只能说亏，真的有够亏。嗯，你看得出来芒果很难过，有没有看到？太亏了！我想说，一个能量转移，或者是能量大转，或者是电场，好，我有四张的几率，应该没那么衰啦。结果才真的那么衰，没有拼到。哇，早知道刚抓竹电拳了，对不对？早知道竹电拳还充能稳一点了。可是芒果贪心了，其实不是不可能，可是我觉得几率不高啦。不是不可能，好不好？是可能的，就运气不好，对，就运气不好，是，就是这样。哎呦，两场运气都不好，奇怪了。嗯，不过还是看得出来皮姐很凶啦，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两个一线牌在打，所以也没有分说哪个比较强，哪个不强。因为两个就是两个一线牌啊。哎，刚我听他们丢哦，一张，才丢一张哦。结果墓地一张钢能量都没有。好了，开 G 叉了，换我吧。我如果这回能收掉它的话，当然最好了。可是我觉得没那么顺啦。来，这个先炸。想一下哦。哎，想一下哦。好，算了，当我没讲。嗯，一二三四五，找一颗，好吧，不用想了，直接打吧。会被秒吗？哎，他的混沌场地两张都掉了哦，所以电场等一下我可以爽爽压。可是他的吹风机还没出来，所以我觉得还吹风机吹不掉电场没事，所以我觉得电场等一下我可以下。好，哈拉古兹玛啊，会拿平底锅对不对？我吹风机用掉了，因为芒果那时候吹风机要丢啦，所以没办法，一定得拿，一定得丢啦，一定得用。哦，大护符哦，大护符贴给他 ？Why？ 我看一下，他现在130加三160，所以他觉得我打不死他。哦，好，合理。想一下怎么打哦！哦，芒果这次运气真的不好，你看我的那个板木老大狂喷，你看到真的是狂喷那一种的。让我想一下哦。好啦，先揍吧，不然怎么办？
两百。好，钢普丁，感觉有点难赢呢，感觉不好赢哦。爹爹，老大，他要杀谁？雷丘。哦。各位不要紧张，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绝境，忍一忍，我觉得应该还行。哇哦！忍住，忍住，因为这次死我就输了，对不对？一二三四五，用它直接打好不好？我觉得用它直接打就好了。这样我打几根针？算一下，一二三四五，我现在可以打一百五，一百五加十，一百六，一百六哦，一百九，一百九，两百二，好，两百二应该够了吧？他如果蹦出来枪响，我就认命，好不好？芒果就认命，就输了。他蹦得出来，我就认命。我刚刚那雷丘被打死真的很亏耶，你们觉得？好，星星，他手贴加那个我就爆了，手贴加那个，手贴加钢补丁，还有 switch 有点难吧？你要博士吧，要拼博士吧？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要拼个博士。我去，我为什么乌鸦嘴？哦，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然后我错了，对不起。我错，我错，我错，对不起，我错，我错，我错，停 ，stop，stop， 我错，我错。好，没有动静，所以感觉是没有东西可以出哦。感觉好像有机会哦，各位，有机会，有机会，我觉得还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看起来是有机会了。钢普丁，然后你有办法撤退吗？干嘛啦？哎，不是，我都印章了，哇！好吧，我觉得双方都打得不错，双方都打得不错，这场也好看，这场精彩吧，好吧，这场精彩。那希望就是，哦，是啊，啊不就好棒棒，所以刚好洗交换回去，然后刚好抽钢普丁，这太扯了，这运气太扯了。好，那应该很多双方的这个操作哦，你们就是刚入坑的玩家可以参考参考一下，好不好？这两副来对战，两副都是超级一线牌，好不好？都是超级一线牌。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昌想打这个电狗哦，猪电犬加上我们的皮卡杰克就介绍到这里啦。喜欢的赶快去组吧。不过我觉得这两副应该都蛮贵的，好不好？都蛮贵，毕竟都是赛场一线牌。好啦，那今天芒果解说就到这里啦。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我们下次见，拜拜。
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 我们下次见。